齐心合力用力推，几个大妈把小轿车给推走。这可不是什么有人被困在车底下，大妈们英勇救人的故事，而是这几个大妈打算在这停车场跳舞，没想到车停在这，占了他们的跳舞场地。那天嘛，老头那个老太太在这跳舞，跳舞完后这帮车上来了以后，把那个跳舞的地方占了。站人呀，肯定就要挪走，又叫人，又人不在跟前。大妈们的举动让路人都看傻了眼，因为他们为了清出较大的活动空间，因此接二连三推走了好几辆车。太野蛮了吧？可能会撞车，对车辆损耗，就是刹车片了，这变速箱了，这一很有很大影响。大陆的大妈们热爱跳广场舞来运动健身，但音响声音过大、占用公共空间等引发过不少争议。这回为了跳舞不顾车主意愿硬挪车，又引发了大陆舆论的热烈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